法你过几个小时，那个名额再来试一下，非常抱歉哦，我们现在正在抢修当中。那边也一样，对。是的，目前全台北四院、北市都是这样的状况。连假第一天，很多人想借 U-Bike 或是注册会员，但可能碰到一样的情况 ，U-Bike 网络塞车、大故障。输入手机号码，然后他在处理中，然后处理完就跳原本的画面。一直鬼打墙。对。应该是快五次的吧？是，可能其他选项，后来就是有时候会跳到别的选项。从早上十点多开始 ，U-Bike 系统网络流量大暴增，包括注册、卡片增减，还有借还车服务，台北、新北、台中、彰化全数受到影响。现在正在跟那个电信公司那一边了解，这个网络为什么会突然暴增？这个都没有办法先去做假设啦，什么都有可能，所以我们也在查。是什么原因造成 U-Bike 破天荒大秀抖，仍在查证当中，却让许多碰壁的民众大叹好可惜。从国外回来想要骑耶，然后就不行骑，对，就不能骑了，就现在可能要换行程之类的。因为我也被讨厌，那没办法，就真的知道前市长嗡嗡看可不可以赶快解决。或许一直嗡嗡嗡，满街跑的微笑小黄也累了，在二八连假第一天就罢工，想借 U-Bike 只能一试再试，看看自己今天好不好运。记者郭向黄媛媛采访报道。